你的无敌星星。这是一个最近跟我们配合的防护员叫做张雨清，然后因为他这次没有办法陪我一起来，他是这段期间奥运陪伴我的，就是不其实算是照顾身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姐姐吧，对，所以呢这次他就因为不能陪我来，然后我就说哦，那我会自己加油这样，他就说好，那给你一颗无敌星星，然后呢就是带着他就是无敌的这样。背带是念心准备的，对，这是念心做的，超神奇的，他好像才学两天吧，他就帮我们战队每个人编一条，而且你看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拳击手套，好可爱哦，对啊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绿色，所以他就特别帮我做一个绿的，我真的是很贴心。对，现在一个人做五六条。哦，不止哦，我们战队这样算一算，因为连防护员都有，连教练都有一个就是小提袋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很用心，而且他都会问我们要什么颜色。你比完赛到现在有跟家人联络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妈就说，因为晚上是睡不着，我就跟她说，妈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你赶快睡觉。我说是，我真的睡不着，我继续加油，你去赶快睡觉啊。